你们是故意带他们来救你们的吗？没有，因为其实樱桃帮我们觉得他表演很好，因为他们平常是 rocker， 然后 rocker 做这种动作其实有点委屈他们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我们这重头戏还没来，你以为就到你们了吗？还没有，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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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会令人说得出话来的表演吗？不知道，这就难说了。好啊，来请。是我们的贝斯手小倩。来，因为他是高雄人，他住在台北，所以他家里。长得还算秀气啦，对，因为他家里住外面，所以他那个什么工具没有很多。然后是有一次他要吃苹果的时候发现的特技。OK OK， 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的苹果，这是普通的，检查可以检查一下，去市场买的，来给 S 检查一下，富士苹果是一颗完整的苹果，哎，对，是富士苹果，很香，香香，真的苹果，给你们待会可以吃。好，所以你现在要做一百块，好，你要对好镜头，现在要看吗？他现在要是不能讲。徒手的把苹果打开，是，请开始。简单吧，你想要再小快一点，看你可以搬多小。好有才华！哇，他的专辑，你还可以再更小吗？这很难哎，加分，有超越周定伟哎。Yes， 不愧为 rocker 哎，这很难哎 ，rocker。怎么办？现在就被打败了。对呀，不要让他表演了呢。你们会掰苹果吗？不会，我们是乐团。我们也是乐团啊，什么？没有。如果康永哥想看，我们回家练，下次就掰给你看。好，请问你们今天要表演什么？好，今天要表演我们就是我们主打歌《八虾回》，我们里头有一套舞，很独门的舞。独门的哦。对。这是连歌一起唱，还是只跳舞？就是对嘴。逼我讲出这个秘密吗？对，哎呦，一定要这样吗？我想问一下，越讲越多，感觉越烂呢。好了，所以加油哦。好，那这我想问康永哥跟小 S 姐，是不是真的很不看好我们 Circus？ 看笑话，我是蛮想看的。不然我们打个赌好了，如果今天我们的获得那个票数最多的话。你微博加我们好不好？对，还有刚刚小 S 的那个小 S 姐的那个微博加我们。好，关注我们，我愿意赌这个。但是如果今天没有人要买你们的专辑的话，你全裸在背后，在背后看。可是我会觉得在后台超不公平的，叫他们抱着看好戏的心态。没有，他们都是很诚实的大学生呢。好。就在这后面全裸给我看。阿罗，你不会，你要答应他们，你不会为了要害 Kid 全裸，就故意不投票给他们。我答应 ，OK， 我们那就真的 follow your heart， 好真的要凭本来的感觉哈。好，所以开始上台了。吃鸡就是多西，不知要去做。提提车载个吃一块饭，当初马路是因家开的，走到我是骨肉拢花。你是咧八家伙。还有吗？
我对不起你们，是不是？我转的比较久，好热血哦！你们是有危险的，他们用燃烧生命在表演呢。对，这是我们当初我们最后一个通告。感人哦，是不是？是生命危险的，真的耶！我今天是很认真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你们不需要才华，你们这个就是完全付出了最后的生命。你们敢玩？你们是玩命哎！所以每一场表演都当成是最后一场在表演，每一场都当成是人生中最后一场，是你们有可能死在台上哎。对，所以大家要把握那个机会，要过来看我们的表演，这样。对，我们刚刚这个舞蹈最累的人是谁？是我。我觉得是他。他扛两个人。我还被那个陈汉典攻击到那个大腿。哎，你跳得不错哎。其实我跳得蛮高，一直在接近你。你有没有很害怕害死他们？就一起配合演出嘛。有压力，心有压力，跳完之后还要去死。请问当初是谁设计这个的？其实这个舞的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动，我们在舞蹈室的时候自己排出来的。然后其中我参考康永哥的一个招牌动作，因为康永哥在笑的时候不是会这样啊，他有用进去，有用进去，